人生就像限量版游戏碟。啊，有敌情吗？听说业界里称呼我们是戏剧班，如果能守护大家，叫什么都无所谓。好想快点成为正式魔女啊，这样就能让之前说我没希望的劳拉大吃一惊吧。布朗佛顿街的红茶非常特别，当然接触各种品牌从而增长见识也是一种快乐。这也是能变亲密的过程吧。只要酬劳给够，我们就绝不拒绝委托。老板都那么悠闲吗？想不想火？如果拜托我，我可以帮你打扮打扮。什么？是新的任务吗？成功？这个嘛，比起成功，我更喜欢和其他伙伴们一起出去玩。好久没见到这么积极的态度了呢。狙击手的子弹很麻烦，在窗边时请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